亮亮，你们队友 IC 打什么位置的？这你们三号，你们三号位是谁？我都忘记了。那个原来 EP 那个熊 YYY， 这叫小熊。哦，知道他。你知道他又是被我吊打的是吧？兵哥心里真没想。啊？我这样说的？讲道理嘛，当时跟我们打了几个队，除了我们队，别人全被打的坏人啊，有一堆对吧？都是输给我们的。哇，那肯定是黄叔厉害呀，这个指挥。我躺赢的，我他妈指挥了吗？肯定黄叔啊！我操，改变了一个民族用机习惯的男人，我操。我跟你说嘛，黄叔打个比赛，平时看着不去杀鸡，突然选个力气跑到那个上路去，都把别人击杀了，太可怕了那个比赛。连用鸡都吓得一逼，还要绕圈子。改变了一个民族的用鸡习惯。这吹的有点过分，不是，有时候酱油不是九成这种地方会去吃符嘛，然后你有可能反了他的眼，他下路就没眼了，吃到个隐身加速，你去杀个鸡比杀个人赚。那两个都是现在这个出屏的时间最多的一个点。哎，杀鸡是多少钱？这小鸡跟信使有区别吗？没区别，但是有经验，信使有聊有经验，小鸡好像没有。小刘这细节抠的吗？因为我经常杀了之后升了半级，升了半级吗？前期秒的经验很高，我只能这么说，经验很高的。完了，你这样是坑害别人要去杀鸟了，刘总。别鸟没那么好杀，鸟只有 BH 前期能杀，要不然就是双倍符或者 QP 这种，其他英雄一般杀不了的。哎，这个身位打中啊。啊，我帮他预定了一个，我想看看啊，因为前面看了一盘，他中单蛮不错的，打的，打的可以的。猛马跟龙骑，你们觉得几开啊？这个英雄，反正龙骑打谁都是喷火。哎，不会怎么被压的，龙骑肯定不会怎么的，运平啊，不限运平的。你看看这个，这个沉默去杀鸡。然后这个鸡在走这里，他也知道，可以说，因为他都有点看到陈默上去了。毕竟是我的队友，没有那么鱼，对吧？谁？棋逢对手是吗？不是的。哎，刘总，那棋逢对手是谁啊？这我们队那个狼人哥啊。哦。你知道吧？这你就知道了。这怎么 fly 什么 b 吗？什么的 ？fly by， 对对对。对对对，就 fly by 就。没有，这明天要想过来找鸡，找不到。沉默好过分啊！哎，你们看别人杀鸡漏一血啊！哎，没事，不重要不重要，这是 SKU 走的好嘛，剧情一般都是。这个选手是我重点要吹的，什么叫不重要？好不容易拿个一血，重点要吹的这个选手。就是你遇到那个吧，我看你直播看在讲。嗯，这个人真的很厉害，我跟他打了两把。挺厉害的、啊。我跟他打了两把，很厉害，真全场都是大锤。他打几号位的？四五号位吧，三四五号位对。三四五号，很厉害的一个选手。他玩中单，他玩中单就是对线不好，但是节奏感非常好。下路好像还有机会杀、啊。三级蝙蝠，别双倍啊，已经死了感觉。谁死了？这边看他杀谁，看他杀谁。双倍了，哎，杀这个吧。因为，我操，刘叉。是露娜过来。对，露娜过来。哎呦，灵性。一般的选手是直接刺那个沉默了，对吧？他就抓住露娜想过来 A 一下的那个情况，过来插一下露娜。是的，这个小福以前没见过，他听说分不高，所以看不到嘛，就很厉害啊。是很厉害、啊。一直跟我之前说，分不代表什么，只是有些人不一定有这个时间去冲而已。冲分是还是蛮需要时间，跟一点点运气，实力是必须的嘛。怎么想到刘总在说自己、啊？什么鬼啊！我是冲不上去好吧，我菜。妈的，你们谈这个话题，我好不想插嘴啊。
那是就是问这些都是小问题。小问题，小问题。是的，你要看之前我躺赢，我天天被喷躺赢。哎，你妈逼刘小刘，我操！你跟我排到一边，我就没赢过。我也在想，不是我打的，不是我就是玩酱油的，实际上就是。妈的，玩酱油不知道保我，我不能怎么打吗？我这个性格，我不能怎么打吗？是的，我太耿直了。我觉得是这个，我觉得那几英雄下路可以打崩他们，这个没想到对面打崩了。小奶崩了。从中路绕到下路，往后又死了一次，往后又踢到上路又死了，好悲催啊！哎，差一点递上去。杀鸡这种行为就是这样的。现在我杀鸡不追求刻意去杀，就是控个符再去嘛。这样又该这样了，还是该杀了？是的，走过去就遇见。这萌嘛，难受了，他要回家了，感觉。这肯定回家了。杜牧，这杜牧干嘛？绕一圈，绕下路去吗？吃人。其实杜牧现在这个打游走或这个石头技能伤害好高。啊，他这么走。嗯，这石头怎么了？这三个人啊，关键是不费蓝的。我只是想到摸着石头走那一步。哎，这个功课放的不错呀。是吧？攻击他，他这个功课如果要是把那个蝙蝠放在那边的话，蝙蝠就逃掉了。对，刚好到六，我耗了。到六了之后，感觉是木马跟龙骑龙骑就优了。毕竟是他们这边很好杀人的，杀下钟然后破塔。哎，太酷了！太酷了！杀钟，杀钟破塔，去变龙了都。是的，可以先踢了。哎，空位蒙先手跟他。还有这个技能。其实他这个也可以，他耗一下，然后往回走。战术欺骗嘛，对吧？魔马觉得死不掉，因为魔马这边有个眼，就有时候眼就是用来害人，觉得没危险，杀出一个雾。眼，他有雾啊。对啊，我就说有时候容易害死人，正常他没那个眼被喷火就跑了。哎，这不去喷两口塔吗？我觉得喷塔。哎，你看这边这个 SK 他又灵性了。他埋了个沙，他在那边没走。要是我的话，我就直接走了，然后我就死了，估计被 A 一下。毕竟这是酒神发掘出来的一个特别厉害，他真的是玩得很溜啊，各种细节能看得出来。又被锤了一下。这种游走的 SK 已经是比得上那个等级经济都很高，就是纯打野的 SK 都六分钟就估计就这样了。这要杀还是有点过分吧？这要杀 SK 能不死吗？我觉得不可能吧。他要走到，我觉得小奶要来送了。小奶奶来送了。走了，过来。哎呦，走远。哎，你好。小奶好惨啊。哎呦，这什么？一个因为杀鸡引起的崩盘酱油，导致已经觉得没有地方可以给自己占线了。沉默这个英雄这个版本真的是废。可以打大哥啊，那打大哥还是有一定胜率的。对，打大哥屌，但是一般情况没选择打大哥，没几个沉默玩的好的。我操，丝血 TP。我觉得他不喷这个火，踢一个 TP 有没有希望逃啊？踢龙马。有希望吗？哎，感觉可以啊。龙马一个瓶子续航不够啊。他想第一时间出跳，
抢菜刀在节奏啊，因为这边没有一个先手。Radiant's top tower is taken in。现在局势有点崩吧，华爷有点急啊。哎，这边是看到这个小福了。那他不死啊？在等猛犸，在等猛犸。猛犸踢的这个位置不太好。不是看到蝙蝠了，末日上去卖的，他有护啊。这波末日卖的满分。猛犸波没波到人。哎，这个丢呀！蝙蝠的火要到时间了。我这一口火，而且蝙蝠还有个加速的。加速，这一直是加速啊。哦。要不然不会拉那么远，要不然拉不下去的。一级的。这波团战你们觉得谁处理的比较好？牛头。小福又没死吗？死了，他死不第一个死回家的。哦，对。我感觉夜眼这两把跳一出，这边就算梦马有大也不好扛啊。真，反正人嘛，他一般他们这现在先走。都到六了。快，懒没被堆了堆。关键是这个沉默这盘太尴尬了，线上也没帮到。因为杀鸡而崩嘛，不过他现在等级有个五级半了。他在上路一直补啊，他补了一级多，这个龟小龟想干啥？不让他补。这个撸了有点难玩了，这 S 盲跳了。蝙蝠加 SK 都跳的话，先反手啊都有。这个撸了还出了点点？啊？这么灵性吗？他不撑肉这个，但是不撑肉出要被抓的怼啊。现在开始补啊，力量腿护啊，天一剑。那等他专眼了，他现在不能去了。Radiant's mid tower is getting banged up。我感觉这个小奶又走远了。奶妹啊！哎，走错，不好走，这肯定不好走，是看见他进去的。小奶补了半天，经济是681。排名倒数第二的拉比克是1470多。下面好了，下面。哎，这个路娜你们不认识吗？他们都说以前牛逼歪的。谁啊？是谁啊？谁啊？佳佳。哦，佳佳知道，佳佳知道。大胖子，我操！啊！佳佳也是个胖子。哎，为什么是也是个胖子啊？还有谁是胖子？你是胖子啊？我还好。哎，你们说谁是佳佳呀？是露娜吗？露娜。露娜，她发 ID 了吧？发完账号了。我操，通缉犯！我操，灵性！哎，你别说，这两盘通缉犯都玩的挺好的。首先，那个牛头他玩的本身就好玩，再加上对吧？他选人也是果断选牛头，就拿自己擅长的。肯定啊，胜率高又擅长，干嘛不选吗？是的，怪打得好，你看他几波那个 F 都分到位，要么 F 到两个，要么分得很好。就刚刚那波，我就说你问谁处理他最好吗？我看仔细看一下，牛头对吧？一波先手，对，一波先手，一波救人，虽然说最后死了，但那个这个处理就是很好的。中路这波梦马是隐身，但这个塔没了，没人啊？有塔防的哈。看这波怎么打，这龙骑被踢进去，能不能大到三个是关键吧？他没大，我马没大。啊，没大，没大，拿头的。莫这波有大的，看他想打。他在看这两个酱油，想怼谁？想怼谁？踢到两个酱油，慢了一点，你知道吧？小奶这个大真的慢了一点，他让小福刺不出来的话，小福也死了。这波起码因为小奶这个大慢了一点，少杀一个沙王。你看这沙王不死，他还搞事情。那还是晚上露娜视野广，英雄优势还是厉害的。他现在感觉其他人是看不到，经济一下就刷起来了。这小鱼的上路几乎没压力啊。他这样，他经济跟露娜都差不多。这样这个露娜就能玩了。如果他我刚刚那两波死了。或者没干什么事儿，
哎，这边龙骑怎么在这个位置？啊，死不了，死不了。A 一下一个波，还是死不了。还是死不了，太弱了。那刘特 CD， 哇操！假腿战鼓还是弱。魔棒，十七个魔棒。他这个假腿战鼓大魔棒撑了22点的力量，好过分啊！被动还有9点护甲，还4点每秒回血。龙骑，你这个前队友就是稳啊，小刘。就是我看起来，看到现在为止，他是玩的最稳的一个选手，有一种。我可以这样吧，他之前打谁的嘛？最好的是打的狼人，然后说，哎，兄，我是那个打酱油，我就说你拿狼去帮我看一下视野。他说不，我要打钱，多一个狼，效率快很多。必须保证自己无解肥这种，但是你叫他肯定还会动的。就这边我知道玩的也特别好。也是打 C 的嘛，哎，我递不走。就这个这局打的最好的三个选手，通缉犯、佳佳还有这个露娜，他们三个人想一起来报名打这个的，就是他们想一个队的形式来报名。怎么说？因为佳佳之前这几个就是我们都很熟的，之前线下都一起玩，就去上海那边。就很熟了，然后回来之后也是一起开黑的嘛。啊，跟认识的人磨合起来要舒服一点。就像九成你们以前组队应该就是叫自己认识的嘛，对吧？至少熟悉。啊。不会陌生这五个人。你说的是6年前。小池是吗？啊，都九成马哥当时也是什么？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马哥。啊，他自荐，那个时候人太少了，他自己推荐，他说他们队伍快散了，然后说自己怎么怎么样。我说你以前干嘛的，他给我介绍一下。我说那行你来吧，然后小伙执行力比较强，当天说了下午晚上就来我们基地了。我说那可以吧，那就打了打。他就是确实是打辅助嘛，无私嘛。对对，马哥辅助就是纯就保死一个的价格。哎呀，我会跳水还是六啊？谁跳水了？跳水。你这我马在那边忘情的补刀，把他引刀过去，一记跳水。那还是猛马屌吧？扭开了。可以先插、啊。这个符还吃不到，我操！这个白能吃到。哎，这局现在打到现在几开啊？感觉现在是5-5啊，5-5开，下一波团战。小鱼的装备现在是抓人厉害，但是能力也差一点。反正梦马逃了第一次，没逃第二次。有点耿直了。胆子有点大了，只觉得，但是，哎，他这个眼是什么？这两个眼有点冲突吧？不知道，小福是有点冲突。哎，怎么看这个眼是谁插的？哦，拥有者是吧？是拥有者，谁买的就是谁，就是那个谁，一般都是买的。但也不一定是他插的吧？也不一定是他插的吧？一般来说，感觉夜眼要排过节奏了。嗯，但是谁这个上网等吗？这边牛头跳了。这个佳佳昨天是打了一局剑圣，我说他剑圣玩的很普通，但是这局露娜玩的还是不错的，打着打着闷声不吭，经济低了。露娜这英雄还是刷的快啊，主要他刚出完点睛那一波，我就让他喝到肉吃到肉了。哎，我的麦是没声音了吗？有啊，你是觉得没人理你吗？啊，不，刚才我朋友跟我讲我的麦没声音，那沉默给大了，这小鱼跑不了了吧？跑得了，还真跑得了，跑得了，跑得了，还真跑了，还跑不了。喂，操，这么远！哎，大招摇了一下手，没摇出来。你跑一个牛头，我操，通缉犯！哇！这个大招加板，
满分满分。核弹。满分满分。这刘厉害呀、啊，这刘。看他玩了两盘牛了。之前还私聊我，让我帮他抬一手，就觉得这不需要我抬了吧。看这牛经济现在都跟这个梦马差不多了。梦马这局，说实话，虽然我跟他要了一个中单，委屈了一下我的奶，去打了一下沉默酱油，但这局的梦马表现一般般了。觉得唐山这个阵容前面他们也不好杀人，牛头这个英雄前面进攻进攻要靠队友打输出。蒙马也是靠队友顶，要么是自己开悟先手。小奶吧，又打死，又是被不明 AOE 打死。SK 极限距离一个双刺。所以说酱油有时候很无奈啊，没办法，你能跑，你跑不掉，你大哥能。就是他不会玩酱油啊。他不，什么这个英雄这样跟团，然后撤退，你撤不了啊。那就躲远点啊。不是，现在这没办法，他这个天辉的这个阵容就是前面输出太少了，主动权太低了。完了完了，这要矿难了。哎，矿难了！这波雪崩。还好这个矿并没有人能打。这是个全场最肥的露娜死了。哎，这猛马。是上路情况，你们看到，你们有人看到吗？哎、单杀蝙蝠。单杀。没看到。我也没看到，我看他们两个好像调戏了好久。哎，小福，我操，小福这个选手他厉害就厉害在，你每波觉得他都是出现在一些很致命的位置。就是感觉能看到他的时候，他总在。就是嗅觉很敏锐，对，嗅觉很敏锐。有灵性。哎呀，这个我的奶，我操！真是拦不住了。这英雄已经没办法出门了。那怎么办嘛？岩也买不了。感觉没有四个队友护着他。他这个只能说太穷了，没办法。像我之前有玩了一把沉默打风哥蓝猫嘛，全场追着我贼，我出了什么？我出了个先锋盾绿杖。操，那是你肥好吧？他这次从头到在我到尾都在死。我死了六次，0-6。那你凭什么出先锋盾绿杖？就是要说你就比他多一个先锋盾，多一个绿杖，这小奶菜只有一个。同级吧？不，那没有50分钟。啊、哦。慢慢憋的，一件憋。哎，空到了。哎，不能奶啊！就没想过出什么，没想过出其他东西，就开始憋。哎，这中单猛犸好好穷啊，推都没。他中单猛犸如果是直接裸跳的话，他的发育就会慢。应该中单猛犸感觉先补秘法刷钱，然后再补跳。哎，不行，补假腿都可以，假腿护啊。我感觉叶燕是牵着盯着天辉的腿啊。是啊。肯定主动权在。他跳到 SK， 跳到蝙蝠，是吧？小奶这波有大的，这波好打的，看大招了。但拉比克这个位置，罗马大了两个。两个。哎 ，SK， 我操 ，SK 爆炸。爆炸了。打不过，龙骑顶着盾疯狂输出。刚刚那个位置好，他全是建设伤害啊，全打跑。是的。梦马还是机智，哎，这边矿没了。这波这局好激烈啊，打到现在还是五五开。这双方团应该不是五五开了吧？打完之后，我觉得六四了。天辉就不好打了。六四。其实天辉这边正面团不差的，只不过就是他们只靠沉默一手大和梦马牛头这样，他们gank防gank太差了，这个沉默大不能随便开。有一句说一句的话，这波夜眼六四主要是因为龙骑有 BKB， 露娜没 BKB。嗯，这么说也，不过感觉这还是打不过，有没有打不过九神？因为他刚刚大招其实打到伤害了，他物理输出不够，跟龙骑刚不过。刚才那波是牛头被抓，讲道理嘛，别人打先手了。
那也是。如果说正面五五团让牛头或者孟马打到先手，然后这边沉默再开大的话，啊，其实夜影也不是那么好打。现在就因为主动权在这边嘛，那这蝙蝠这个英雄厉害的厉害的，想打他可以随便打。而且看这里一眼，差一点啊。ZP 放，这是 ZP 放的吗？这里插了个假眼，这里也插个假眼。他们两个假眼是放一起的哈，不是，这只是他买的眼，就是不一定是他插的，不过大部分都是这两个酱油插的嘛。哪两个假眼放一起了？我怎么没看到？拥有的是那个。在这里被反了，就这里被反了。哦。这里也有。主要是夜眼这边，他一个 SK 一个蝙蝠，他都是放小技能去杀人的。那个猛犸牛头要想杀人，这边要想 gank， 都是大招 gank， 成本比较高。关其实现在这天辉的视野看不到人，你没办法跟他去打正面团。那就是沉默的锅呗，沉默没法做视野啊，沉默出去就死了。没法出去，出去就死。然后你又不能去推别人，你推别人，如果蝙蝠拉到沉默，你还是不好打。他现在很难受的，他现在蝙蝠有宝石了，演一反的话就盯着嘴了。这小奶疯狂买针眼，扑着走。怎么反正这样跟团就没意义了，只有一个大的作用。混经验啊。没有，关键是其实加油能混到一个大哥的经验，那立马就翻皮了。对啊，肯定啊。小福为什么会反应这么快啊？他这眼看到了吧？他看到了。啊，我就想看到他。好了，要反怼。这边要怼啊！蝙蝠在后面隐身，木马。哎，木马这个。打空了，被偷到木马大佬。啊。这。那小鱼先吃了这边的杜马，拉到孟马了。这拉比克有孟马的、啊，但他没有跳，也没推。看一下这个位置。哎呦，大上去一个。燃并卵啊！哎，上王摇大了。杜马有 BKB。哎，不 BKB， 小奶又死了。这边跳大，本来是准备大露娜的，露娜秒开一手 BKB， 沉默死于不明 AOE。哎、过分了。哎呦，这团打得好激烈，硬是打成一个二换二，三换二。是龙骑完成收割了，小鱼这波是先被杜牧大了。他们天威是谁在指挥啊？不知道啊，这个就是肯定一人说一句呗。没说，很多时候就是一人说一句，现在就是一人说一句，要不然后有或者开会说要不要打一波，就这么个感觉。不是，我感觉天辉，然后大哥不想打就没说。天辉太贪了，杀两个人再走了。是的，反正龙骑他们都撤了，技能都交了。辛苦打了两把没有吗？打这里面打没有？如果不是特别熟的人跟一起，他不怎么说话的。感觉 CY 这个选手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啊。九成是之前怎么认为他特别强呢？我之前没怎么看过这选手，不知道他是什么 ID。他就是玩的少，他怎么说呢？你比如说十六夜，你听过吗？听过，听他们。据说他的一号位是屌的一逼。但是这种都是属于那种就是怎么说呢民间传说选手吧，平时玩的也不是很多，不像我们这种拉帮结伙经常开个黑对怼呀，这些人就比较低调的那种。他这是一个独行侠嘛，你只是自己一个人玩吗？对对对。哎，有些声音，这还是应该找个组织吧。这DOTA不是一个人玩的。
他就喜欢这种自己屌的这种感觉啊。屌小奶这个 TP 我给满分。他知道他以他的腿部腿力绝对跑不到这个二塔。先跑了再说。哎呦，真的是晚 TP 一秒就直接死了。这个沉默感觉二塔之外的地方就跟对方泉水一样危险。只能说小奶这一把是体验到了酱油的艰辛，是吧？对，绝对体验到了。这真的是再屌的水平也没办法发挥了。不是，你酱油要有酱油的一套思路的，你拿大哥的思路来打酱油就是打不了。你前期想去玩花对吧，中路压人什么杀鸡什么的，杀一杀发现自己被时间的洪水给淹没了。现在大哥崩了。对，现在大哥崩了，是因为我杀鸡杀的多，所以现在我就知道，因为一旦你杀不到，那你线上至少封一路，你少个人还是很关键。那你这样说，你就算杀到了也不是很赚啊。很多时候我就觉得，除非你是杀到了卡了别人瓶子，不然你就单纯杀一只鸡没有那么赚的。没钱就是指的三分钟之前嘛，那之后我不会去找鸡的。那三分钟之前它不是鞋就是平啊，只有这两个道具一般来说。而且关键是你知道对线期很上路要运东西，中路要运东西，你运不到很尴尬的。刘总这个找鸡的时机还是掐得非常的啊，是杀得多，真的是经验。这个其实难度不高，其实你看那个两千哥打 CDC 有一把就是把两千哥击杀了，他就两分钟控了个加速，然后直接往后的看一眼，对，正好就来个鸡，对吧？一般一个加油吃加速往那找，然后就造成了 CDC 两路崩啊，瓶子在上面，中路崩了，上路运东西也没有。因为有时候现在职业队他不能不带货，他靠机运的，运瓶子的时候再买出来，因为前期需要的东西太多了。刘指导的叫鸡这个找鸡课堂，因为这是有人证明了杀鸡还是有效果的，不像就是大家说的就是杀得完。虽然说不是我，我觉得杀鸡还是专业的来。我觉得一开始我就理解，就觉得杀鸡钱很多，就是总体团队经济挺多的。但是有的时候我打比赛，我看一看，就是他杀一波鸡之后，那个经济曲线并没有什么变化。经济曲线没什么变化的，只是前期有点用，后期是没意义。关键是杀装备，要是你送上去三十分钟的时候，拿了对面一个 BKB 拿不到，那不是脸一黑？他以前我在东南亚杀的一个敌，把他13分钟狂战，他20分钟才拿到手的，那个敌法一个卵用。那你不是杀了一次吧？两次。然后复活的时候我就进了个鸡的时间，然后直接飞到泉水，那当时是可以直接飞泉水里面插眼的。对。南亚的时候，他是这个。那我就等着复活出去秒他，就这么简单。然后他骂我了，他是一个东南亚的职业选手，当时，然后直接开喷了。我操，刘总，拉法好像我都在，我记得。是的。杀你鸡的是来自中国的刘皇叔，留下一句啊，深藏功与名。那没有。是天辉被打在家里高低挂机了，已经。五人站在中路打麻将。这就是有，就其实还是因为沉默这个点崩了，完全崩了。前期少了两波团的大招。意思就是你要说是我奶神的锅。我感觉他前面到九神的锅啊，怎么是我的锅啊？就是我给 CY 拿了个中单是吧？对的。刘指导这个锅还是会甩啊。对吧？不能甩小奶啊，对吧？这东西对吧？不能，肯定不能甩选手。就因为你他昨天带你躺赢了一盘吗？这躺赢不过分吧？一个希望的时候，他过来一刀大炮，一刀暴击，这边死了三个。哎，这个要出去拼了，我在家里挂机就等死了。哦，一波，我怎么感觉这个猛犸好像还没 SK 飞啊？哎，这怎么还点了个金、啊？还点金，好过分啊！这好像是点点金、啊。对，金型选手。这典型的就是没死眼，给自己一个积极的理由，在比赛当中解说的话就是这种感觉。给自己一个积极的理由出去送一波，是吗？他没视野出去开户不就撞运气吗？孙岩一波是吧？
给自己一个积极的。是他们到中路河道，这露娜跟杜姆一人点了个金啊。这就习惯不好啊，这个打路也是习惯。是啊。就是妈要开悟，别放导弹一个道理。你导要炸的地方肯定能勾到，要不导弹来了，对面不就跑了？对。这种我回头看到录像，就我们队员如果这样做的话，看到录像我肯定会跟他说的。缺乏灵性。你看这个开幕就很贱，知道他们全在上，就看他们打的如何了。这边想打站位都两边都。杜牧的位置已经被看到了，完了这个路上。哇。哎，这杜牧有 A 仗的当了龙骑了。那要先走一下，哎，队友帮他扔一下，他不知道，感觉这个龙骑没有看到。哎，这木马搭到了两个。哎，人呢？虚区呢？牛头啊，对啊，这不能打啊。Nice， 能打能打。可以啊，这波已经很好打了。这边两个主力输出都死了。我操，小奶！哎呦，还收了一个。虽然说是动不收的。小奶，快买绿杖！小奶，小奶又走不了。买东西，买东西。手速还是可以的啊，手速还是可以的。想出杀机。他这个买花器不想出穿心，但是说句实话没意义，他还是出保命装吧。出保命装，推推绿杖。这个他就是大哥的思路嘛，要出穿心。他觉得如果他玩大哥的时候，肯定是队友有个沉默，有穿心。大哥肯定是希望能够通过质变装来那个怎么说呢？改变局势。改变团战，对对对。这个时候酱油肯定知道我需要保命，对吧？哎，小鱼人跟这个蝙蝠盯上露娜了，跳刀拉。哎呦！我操，秒分身，但是半。那牛头来了。顶了，顶了。顶开了。哎呦，长型有来有回。哎呦，回神脾气不好啊！我操，还打得赢哎！哎，这 BKB 几秒的？十秒的。没有啊，他上路开过一次。好凶啊，回神！那也很无敌啊，这边没输出啊。都没有大回神放大刀，一换一了。哎，奶神大人头！哎呦，好急，还想回头 A 一下，好急的。哎，敲空了，但是这走不了啊，感觉。走不了。一次是一波一换四。你看，不是他的人头，那个墨子拿了700，他拿了650，这助攻钱不少的，没必要现在抢人头了。你看他刚才如果要是有个推推或者是不回头，有可能就能不回头，有可能能走。 SK 跟拉比克都跟不上，对吧？都没有切入装， SK 是插空了，距离不够，好像是能走的。他走了没什么意义啊，有一说一，这走不掉啊，蝙蝠还有吹风的。哦，那就没得。他已经放弃了，这边还要打一波啊，默认买了好像没大呀，没大。看牛头这个大了。哎呦 BKB 啊，冰卵啊。哎，露娜现在就是 A 不过别人啊，感觉小鱼跟龙骑他都 A 不过。这龙骑有了强袭之后真的是致命。哎呦 CY， 梦吧，前面就说了嘛，同样有 BKB 他打不过龙骑。是的，因为他队友肥，他队友肥就不会被露娜的大招打死。这露娜前期就靠大，前期大招没了，他没装备，他还有一个点睛，没什么战斗力。他这梦马经济已经没用了，只有一个大这个梦马感觉。是的，关键这边是有一个18级的蝙蝠。其实说到底还是前期这个下路的 SK 和蝙蝠这两个英雄全发育起来了。是的，那沉默如果一开始在下就好了。他没在下路。对，所以说白了，哎，那他没在下，他下路是相当于是放了一个露娜在单，对吧？对。那我觉得小奶这个锅该背还是要背啊。是的，他要是前面不杀那个鸡一直在下路的话，这个蝙蝠和 SK 其实有点难受的。这个锅我可以背一大半，好吧，小奶背另外一小半，因为我是让这个 CY 去打中单，我想看他中单打得好不好嘛。然后小奶一看，哎，我看好的选手去保一下，对吧？就是导致这种局很难啊，就看他现在就是特酱油。能玩的我看通缉犯的 ES 嘛，还有个小福的 SK， 其实看了他两把都是 SK 啊。他还有什么叫还有个三号位的发条，对，就是拉这出去遇不到这些英雄感觉没几个。你看这个像这个拉比克感觉就中规中矩，没发挥什么作用。
坦赢。对，这个 ZP 我为什么让他进来了呢？他有几场预选赛打的那个大哥打得还不错的，好像是有一v九的一盘拍拍熊。因为这个天七点分的为人是打酱油冲上去的吧？除了一个球球他们小精灵这种，或者说土猫算酱油吗？你看这两个啊，土猫是算酱油啊？算啊，土猫肯定算啊。这个酱油太赖皮了。有空有逃生有沉默，还有 A O E。啊，对对对，咪咪给我推荐了一个，就是打酱油上分的，我好像还没拉到群里。那可以看一下，其实大哥转酱油这些转，其实大哥转酱油一般都是有职业经验的在转。一开始就打酱油的还是少，好像就一个 FY 吧，这种打职业的话。对 ，FY 是刚上来就是打酱油，一直在打酱油。一直在打，但他其实也练了很久了。你看他第一年，对吧？那个酱油也是不能看的。萝卜是打酱油的，萝卜你们熟吗？你说的是 GS 那个萝卜吗？反正群里面有个拼音萝卜，斌哥也不认识吗？我认识那个，认识。这个 BA 是特别喜欢玩赏金的，拉到沉默了。哎呦我的奶！现在连平面大招都放不出了。哎，炸了 SK。哎呀！偷了个大。被偷到杜牧了。哎，小黑啊，这龙骑现在已经无敌了，龙心加强袭，人肉坦克，人肉推土机。吸了。哎呀，GG。就是说前期杀鸡失败，影响到结。对，有的时候我打开黑，靠，有些选手他为了出镜，就是他妈不保主 C， 跑去乱搞，遭到了我的严厉批评。九神，我这边有个女粉丝说，你的声音太好听了。怎么要跟我生猴子吗？他刚才说那个输了怪我菜是谁啊？声音太好听了。什么叫你这边的女粉丝啊？在你旁边是吗？不是，就我朋友。你朋友为什么会在你旁边啊？截图发群。下盘稍微换点人。这盘 MVP 的话，棋逢对手，我看了这么多场了，真的是一个挺稳的选手。斑点跟那个这盘小鱼人，应该说他打成这个样子，也是不能说打得特别亮吧，就是应该的啊，打成这样是应该的。然后主要还是小福和那个蝙蝠在下路把那个，主要还是小奶去保了中路，他下路那个露娜打蝙蝠加 SK， 让蝙蝠跟 SK 玩得太舒服了。等我存一下，这是87，对，87。啊，琉璃已经上传了好像，哎，还没有。好，接上主机，点评一下这个蝙蝠是吧？这蝙蝠也是高分，我跟你说，他在我们这个积分赛里面分数也很高的，叫斑点啊。在我们开黑的时候，我没记错的话，有一盘 OB 对黑，跟我们对黑拉了他，然后他中路玩了个血魔，好像是 carry 的。谁找我要密码啊？小霸王。
我再去把小奶叫过来。小奶跟浅浅还是我比较关注的两个选手，叫来，好吧。八九七上盘是不是被我叫走了？八九七，我看一下。那这盘让八九七打吧。ZP 连续两场，这场拉比克还不错，然后前面一场大树负分。我看让谁下？凯文，其实我挺想给他表现机会的。我要把浅浅叫上来。XTT 帅鬼今天都没来过，让他们来两场。然后音啊，我想看音打 ZP 让ZP 给你两个机会了，打虽然两盘都是酱油，以后再争取给你一个 C 位的机会。然后我还想让这个音上来打，这个音可以的。让谁下？我想想，凯文，我真的不忍心让他。我们再看凯文打一把好不好？7500分选手打一个积分赛，能打到快负十分。哎呦，我也是醉了。我挺想让阴上的，可以给他让个位。我想想让谁让？帅鬼吧，帅鬼上镜蛮多的，帅鬼吧。卡卡要来是吧？再给卡卡一个吹逼位。卡卡 ID 呢？哎，算我 QQ 跟他说吧。操，这阵容好庞大啊。好了，差不多了，再等一下大标，我们开杠。啊，吸量自拍。靠，这个消息都看不过来，太多消息了。现在真的兄弟，这个6000分以上的人很难排，这个天梯很难排啊。你要说你是6500分以上的，估计你排个20-30分钟其实真的是不见怪。卡斯福，卡斯福，十个，哎哎，亮亮，你说哦。 MG 今天肯定会给你机会的。 MG 我说我们十个人打15个人看啊，都想上镜，讲道理嘛！妈的，吹逼位都要抢了，现在。是，出售吹逼位，20 QB。就是啊，这让我想起了我以前刚进 CTC 那个打职业级 ，OB 通宵一晚上。假装不理他呀！上去蹭一把。
哎，小刘，你一直这样不理卡卡不太好吧？我叫了卡卡的，我给他立马进来的，怎么我听不到他说话？他在说话吗？他在说话啊。啊？哎，现在听到了。听不听到？他这是说话说不太清嘛。哦，那我没听到开始。他们这个是多少分的局啊？七千。还是刚开的？平均七千分的局，就天梯嘛。他们。每个人多少分？不是有一个积分吗？那不，我给你介绍好吧，我给你介绍。哎他妈的，我知道天梯分的就只有一个，就这个 QOP 啊，这个 QOP 7500，然后积分负九分还是负八分？惨的一逼，真的7500这么惨，这么惨就这么惨。所以我真的是不想让他走，你知道吗？给他个机会上进。你知道负八分什么概念？相当于你也负了，赢两盘输十盘，你才能达到负八分。我这边神谕者都出来了，我靠！是不是代表土猫也有可能出现啊？土猫被 ban 了，不准选，不准选，被 ban 了，不准选。要不然你以为这里没有土猫哥？这里起码有七八个会玩土猫的。翻滚之灵也在吗？在啊，肯定啊。翻滚之灵、Waiter、孤单点都在那个群里面。我跟你说，这十个人都有四个会玩土猫的。谁啊？奇峰对手、通缉犯，他们俩都不会玩。就是没有顶尖土猫那种水平，但是就是有那种六七分土猫的实力啊，但是没有玩的最好的那几个屌嘛，那种感觉就没有专业的屌。只有一个人才能屌吗？枪男切不了视角的吗？那你出 bug 了吧？有时候会这样的，四个人只能看一个人的主视角，其实是都能切的，啊、就是通道吗？是的，有时候会这样。昨天我的另外一个他又不是在教练频道，他在解说频道，是看的是所有人的视角啊。不，他是跟他固定一个人的视角，就我们这三个人有个人的视角，他不能动鼠标。啊，还有这回事啊？你固定的是谁的视角？不知道，这就是不知道是谁的。不知道。我切到僵尸，好吧，小刘切到萨尔，亮亮你切伐木机。僵尸。啊，那你看的是我的视角。我重新一下看一下。对，你重新一下。没有，这个是固定的，这是固定的。它还有一个位置。你重进游戏都不行吗？这个跟重进游戏没关系。只能跟着我酒神的灵性 OB 了。啊，我想去上厕所。看，你们先吹一会儿，你先吹一会儿。看是不是吹不动啊？他视角不动。你去厕所了，我动不了，怎么吹嘛？刘导，你觉得这把哪边阵容屌一些啊？我看呀，好啊，这吹，哎呦，这边大哥是谁啊？哎，没大哥这怎么赢嘛？大哥伐木机吗？那这种局一般来说路人基本都是等着被翻了。是的，这赢不了。这种点控不，而且有个问题，就团战比较团的比较屌，没什么点控。就是说真的，这边有个神谕者，你伐木机想一套打死别人也不太现实。卡斯夫看好谁啊？这次的预选看好谁啊？啊，这最高分多少分了？最高分？12分？瞎逼说，怎么会有12分的人？那我变态了。十分吧，反正上十了，上了两位数的，我看了一眼。谁啊？复生吗？谁啊？我记得这个，我看这个，奇峰对手他好像昨天就9分了，他今天又赢了2把，好像没输吧？啊，意思是奇峰对手现在分最高。卡斯不认识这个人吗？啊，不认识。不知道是谁。我
我们跟 OB 打的时候，他玩的狼人，卡斯不看过那场比赛吗？应该有打的话。没有。没看是吧？当时在训练，疯狂为了比赛。卡斯其实路人认识的还是人比较少一点嘛，在现在的路人。啊，我认识的比较多吧，我以前打完，以前打了完的。但是那为什么我想起来这个 B 号被盗了，想起来了，然后换号了。那他以前号叫什么 ID 吗？好像 ID 没变吧，叫 Fly Boy 啊。啊 ，Fly By， Fly By， 我打出来。Fly By 吧。这个 ID 见过吗？好像没，好像见过，没有，好像没见过。他当时玩的。做梦做梦吧，没加戏的。死了。哎，这个压盖米是谁来着？这个人我记得是 GG 的，好像是。啊，对对对对对。GG 的，他叫那个 KYO。啊，对对对。GG 的五号位吧，好像是。他不是啊，他不是打五的，他打那个一和中的。啊，那记不清。这个人啊，记不清了。GG 的以前是。哎，卡，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啊。你觉得小奶跟浅浅在你心里哪个选手更强一点？这两个人都很喜欢刷钱，我想想该怎么形容。还没想好。你们应该很熟啊，都是幺幺天梯以前高分的吗？是，熟是很熟。不好黑，所以说要找个错字。不差不多吧，这两个人都比较像的，都比较偏爽，然后受力也都不是很强，都不是很强。这两个，本来我还以为。那你说几个你觉得受力能力强的吗？受力能力强的，你说他们受力能力不是很强，就对线吗？是的，是。那谁对线强呢？那个影有没有来打啊？来打了啊。在打。那影的 solo 好像还可以啊。啊。那个影 solo 的人家可以，那个千多分那个影嘛。对对对，就是那个，感觉他还可以。你们觉得草狗的 solo 能力怎么样啊？啊，这东西都是纸上谈兵。我办完这个再办个比赛好吧，我邀请上十个人来打 solo， 再搞一个 solo 的比赛。可以可以，这样更好。可以啊。对，感觉这个蛮屌的，国服第一 solo。但是我你说我规则怎么定呢？就以前那种规则不行吗？以前那种规则。以前是什么规则啊 ？BPM B 就是那个班人好好 solo。BPM 班人。啊，就是我那个天才少年杯那个规则是吧？对啊。对啊。可以啊，成功啊！那不没邀请你是吧，卡卡？那时候你名气太小了，根本不认识你，什么屌东西？我靠，我那时候名气不小吧？不小吗？说的不小而已。啊。我说的一直都比较惨。这把中路就是卡卡那个浅浅打小奶吗？是的。总体来说 ，QP 打梦马还是 QP 优势比较大吧。梦马这短手，刚才那他还是流比较大，看他怎么打。关键是他被有了意识了，被对方有了意识了。而且关键是他刚才没有学D，如果他学D了的话 ，QP 应该死了。他学D的话，那个波的等级，他一级加的是授予力量嘛，就被补刀嘛。对。也就补了九个刀嘛，五分钟。本来就是他有了一次，他本来他快平了，被有一次死了。是现在这个毒奶就是死一次，队友没得帮他就打波了，就等着被暴打。神域者的英雄在前期其实游走能力也是几乎为零的。还有，他能留到人，但是没输出。对啊。这个地方自己好惨啊。这样的话打野去了，是啊，迪法这迪法优势路崩了，然后上路这个 DS 虽然混得好，但是这个防不及也有补刀，
没问题，这种他们又上不了高，敌法只要慢慢摸慢慢摸，二十分钟狂战再把德文赢。是吧？线上来说还是这边夜眼掉，但是真要拖到后面不一定。真的后面就是感觉是偏微这种必然赢，必要可以了，然后起。这不是一个开瑞的，他为什么三十多个英雄里面一个开瑞都没有啊？是啊。所以有时候我看不懂他们拿的，他就是都反不接，就看他们中期打架这边 QP 加黑贤，这边全是打架核 QP 加黑贤，如果要是打架打不过对面一直压着打也可以，他们打不过对面，他们也能带线啊，兔子出去都可以带线。哎呀，这 DS 放了个墙都没什么用啊，死了，太深了太深了，一个人过塔太凶了。没，他有牛头，牛头陪他过来，但是牛头远距离放个板逃了。是的，牛头说并帮不了他。夜眼控是太少了，他们终于不好抓人了，马也不飞。就靠木马一手大的话，其实神域救了，然后这个敌法有点装备就不好打了。嗯，就是说前期必须有比较大的优势。我上次碰了一个迪巴加神域者，我操，他给那个加血，然后那个地方有魔抗的，特别强。但是这个迪法没有加魔抗，他的加点比较奇怪。哎，一波干他，他杀了一波狮王，那就很赚了。是。上次碰一个神域加迪法，神域一直给那迪巴加血，迪法不掉血的，他有那个魔抗，特别火。这边想来又对一个，这个阵容又没空，只有一个薄杖，不交薄杖就是谁呢？又没血啊啊！带着，我知道他怎么带这么凶。这，我感觉二十分钟上了这个防门机，就黑了，死了。这只牛头玩的不错。节奏特别好，有说有的上，还没打。其实也跟阵容有点关系，他阵容他队友，他一来他队友就能杀。是的，这中路是个 QP， 然后这个上路才是个 DS， 这边没人能干可。又是个近战，一头包，这阵容影响太大了。是的。什么意思？没听懂。什么叫 DS 是个近战？就是啊。不是，就是上路防机是打个近战，他是近战，所以搞不好贴身一个板，没了，脸黑。其实这样看到这里，只要不瞎逼玩，基本就是稳赢。No breaking through the dire structure。说 QP 敌法这边对吧？说什么？对啊。是的。就阵容还是决定很多东西啊，就算是 RD。是啊。关键他这选的莫名其妙，他这不是对面选的这个牛，他如果没开瑞的话，对吧？敌法牛头 QP 这边肯定要拿一个吧，这一个不拿，没有搭配啊。虽然说那个狮王戴德，这都是两个酱油啊，没有一个大哥怎么办？狮王这个英雄打到中期基本就挂机了。那他这最后两手拿的有问题吗？就是最后两手拿人，夜眼这边。不是，那可能就是没英雄了，没英雄没得选，经常会这样的。就是上一把那个大树，他也说最后没英雄了，他只能选个大树。怎么可能没英雄嘛？阿弟那么多英雄，就是选手的英雄池太浅了，不会玩。要不然就是理解不够深，搭配阵容搭不上了，就是。不过感觉那个大树也搭不上了。那大树他没学艺，关键是他学艺不会打成那样的。是，这前面就完全没用了，刚才。哎，这边女王隐身符，大两个。大两个没输出。这崩盘了，你这前期优势线上阵容，然后打成这样，这怎么中期怎么玩？我们开过去有走，没有到，对吧？被隐身 QB 给杀了，这可以击了，打这样就是。亏了一大半啊！
哎，没得玩，看这种局我就等死了，这真的没有翻山顶。The die or my one mine。到现在等一波差六级，马被插刀，还有机会。我马插刀插的有那么一点远。两千块。还有了，这两把猛马都输了，猛马这个英雄打中单不好啊。是的话，现在都是列单的，都是发育流中单。我看 P 死完猛马都是玩出假腿护腕的。对，就是感觉能往后期稍微 AA 人这种。如果砸技流猛马打中单，打对方如果是发育流，因为猛马这个英雄中路本来就不是特别强。是啊。对线就不是特别厉害。如果你打猛马中路，大哥肯定要特别强烈的那一种。因为猛马要是卖打的中锋，其实谁都会防一手嘛，对吧？是啊。对，你像前面那局是一个露娜大哥中单猛马，对吧？是的。其实还可以。对的。其实这时候还行，只不过太笨了一路了，这希望他。这阿木也要死，还没加血，他怎么没加嘛？啊，扣分了吗？我没看到，他是能加不加是吧？嗯，能加不加，他觉得可能死了，他是没加。这个加点就要扣分吧？哪有悬奖金的？现在的阿木主流都是主力副国葬啊，你那个选一选一级，选一级真可以，那你要么加满，要么就不选。对啊。不然其实一级毒跟两级毒区别真不大，感觉。夜这个东西推不了塔，要一刀一刀的，这个觉得好慢。关键还都是近战上去 A， 哎呦还好有个阀门机清一下兵，这有个流出来他根本就推不了。关键就是你根本就没有 A 塔的点，这 DS 要死啊！一刀上去了，啪一下。那他不救啊？哎呦，这个大，不明 AOE。是小奶上把克洛，小奶上把很憋屈，这火都要发回来了。哎，就大一个，这阿木还不 TP 吗？哎，没踢，他没踢，他踢出来支援的。蹦蹦。这样已经崩了，这个 QP 十三分钟点金手身上2500块，还有十一级。我靠，他还出个点金手，好溜啊！是的，很大优势。托托无敌。是的。托托无敌，这种就托托又无敌。他在出羊刀吗？好像是，也可能是冰眼啊。林肯也可以吧，反正瞎必出，有钱使，装备出来真受不了。对啊。烈焰有的随机哦，原来二手随了个英雄，怪不得看不懂想地了。要不九神这样吧，我觉得有个规则就是，如果四个队友他随机了，你一个人随机，那四个队友觉得不想玩，让他一个人扣分重开算了，对吧？这随机坑人啊，这真的是。可以，我觉得你这个提议不错。真的是这样的，你不能，有道理啊，不论你干什么，对吧？你接电话什么，你把队友坑了。有时候你随个英雄还可以，那这个队友不会投诉你，对吧？你随的不行，他只能说怪你自己。他四个人都投诉你，那你把扣他一个人分重开嘛，就两分钟事儿。就是大流到了这个地方，跑掉了。任哲提议不错。那能不能杀是个问题啊，慢性死亡这阵容没得打，没但哎，但是他有人随机，这些人要打好好打的话，他补也补的不好啊。浅浅是最后一个拿的吗？他拿了个猛马吗？嗯，不知道，当时没注意。那最后这个萨尔，其实他前三手完全可以打的，他僵尸暗木加那个伐木机嘛，他后面再补核就可以了。没合了吧，他们不可能不选合，我是看不懂为什么不选合。
其实要是把滑步机换个底法来这边的话，感觉阵容就又不一样了。问一下，不可能一个大哥都没有啊，要不然就是德鲁迪这种蠢货大哥这个版本的，没人会玩，而且是这种，只有这种情况吧。观众们说一声，你像这局他虽然说经济没有拉开，但是这个局按我们来看的话已经基本上没法发。你把说惨他也不是特别惨啊，这经济也来到第二了。穷逼啊，这五个人没时间去找他玩啊，我说了他这把关键是抓个人抓的 没什么空间去抓他，没时间管他，你抓他其他人还在刷。这边叠子一直推线的话，他们更难抓，如果叠子一直推线。卡斯不想把下巴想上去陪练一把吗？可以啊。你是想说还是想玩？都可以吧。哦，我懂了，他们好像是说的是最后一手随机了，有大哥选，有猴子。哦，就说安木换猴子是吧？可能是这样的。对，他们按摩是二手选的，是吧？不是，这不是二手，他是换了人玩的吧？可能有可能，反正他有个猴子大哥，我问了一下。我记得他是一手是按摩自己点的，前两手。那就是他第二手随了吗？那为什么不补大哥？看不懂。他如果是第狮王按摩是前两手点的，那后面阵容完全有的救啊。有的救啊，那不知道他们这是什么情况。你看一下录像吧，看一下选择就知道了。现在这局怎么看都觉得打到后面打不过，除非经济领先个两万，那不可能嘛。这敌法随便换个英雄他们也不好打，别说有个敌法杀敌法。开敌法啊，用啊，他们上了没大了。但是，我操，这个太多。GG了。这个 GG 了，三个杀一个，被反杀两个，被反杀三个。这还是因为敌法只有700血，呵呵，这敌法出个1000亿的球，对面拿头杀他。这阿莫是没有给勋章啊？好，没看到那个奖上有勋章效果啊？给了，他开给了，给了第一波给了，避走了之后没给。这避走之后时间到了，他就没给了。第二时间没 A 死他。而且这人不会玩的呀，他随机的啊，他随机的，他不会玩这个。第一时间上这个东西，他就不是第一时间，他过来一个。不会玩他比赛总看过吧？加两级读的比赛好像都没有。没有，很少。不，原来是有加一级，有加一级。大多数都是不加，因为这个薄葬很重要啊，你前面这个 CD 还有施法距离。但是有一个属于他这把没大哥，他给谁加呢？他真自暴自弃了呗。这个看看，有币的，哎，没输出，好急，下一个币走，好急啊，可急，我就说他要出林肯，你看到没有？你看对面先手除了猛犸大之外，就一个萨尔蒂了，出了个林肯，死不了。这个点金林肯出的好，哎，应该伐木机先一批啊，一点输出都没有，就伐木机爆发了。他们好像是 Q 谁来着？防不进没 QP， 走过来的。走过来的。不够。他们这样打好憋屈的，这敌法用了随便带了。这把就是敌法想怎么玩就怎么玩。Dyer's mid tower could use a little. 兔子的边界。是啊，这经济已经拉开差距了。倔强。这个狮王推不起来，好像挂。哎，他哎，那他们他会抓过去推进，不是抓人啊。他抓人没多少经验收的，他要推，他去推进，抓完推进才有用。要不是狮王废了，感觉。啊，这把那个萨尔是 XTT。这样子啊。好。XTT。
哎呦，这敌法，两个大学满了。这五人中路爆盆了，这忍不了了，要推了。推不了。没有说完不推，他不要要推别人让别人守，我们这样才有机会打。这敌法全带了，其实推晚，抓一两个也没用。对他早点推，这敌法狂战带线了。他们可能是看这波狮王有那个大鞋子，然后还有双击的一个血晶。大鞋小鞋都一样的，大鞋。他们没有职业。这个是。其实现在正面来说还是夜眼这边强，但是人家不跟你打。正面也不见得强，落后七千五。他们这边目前是打不过的，对吧？他们基本上经验是虚的，有收购才有的。我觉得他们早就应该推了，一直想推完了，有对线。哎，叉 TT 想干嘛？哎，可以可以。迷信。微光。大招 TP。这个是猛犸，这是猛犸，带着防不击。大招要全交。还可以杀掉了，那不可以，那这波就不亏了。中路还这个塔，没人反打吗？是打了，这打走了，走了，要打要打，晚了吧？留了一个狮王，晚了吧？对吧？对吧？这是在干嘛？队友进了就该撤了，还剩一个，应该等着他有机会撤的。那自己太浪了，这死了都没有输赢了，但还在那里要给别人下路。这就是不想打的意味嘛，这就是有点自暴自弃了。他打的他就想记了嘛，他之前打字了想记了。他们按照这种只有打人打的，其实早就等打一两波团就只有打了。后期如果他们一直能推，然后还能抓到这个敌法的话，其实也并不是那么难。防不击后期打击法可以的，防不击这个英雄。他主要他是个打 C 的这个棋逢对手，他一想局势，妈的，无解肥女王，经济落后这么多。反正一般打酱油的碰到这种局都比较急。他们就这样，有这样有节奏打，觉得真可以打的。防不击后面可以打那个迪马斯的，炸一个钻点一脚。但是你这所有人抓一个，现在要三个到四个抓一个才抓得死，抓死了又上不了高。你上高过分了吧？你先把你的经济劣势搬回来再说吧。你现在落后快一万，搬个劣势，你能把经济劣势搬回来才能跟迪法打吧？哦，没开过，我们爬了一波野。那想赢还是要考虑上高。我说的就是经济领先持平嘛，或者说不落后，差一点点。他有个敌法带，他必须抓吧。他这个经济就是朝着一万五去的，等一下就是朝着一万五去的。还是阵容太笨重了，他们没有办法呀。这个萨尔，你看上路来这边一个微光，这个塔掉了，说不定就萨尔就被敌法搞死了。抓人太明显了，说白了就是三四个抓才能抓一个他们想抓的人，他抓一个酱油又没意义，卡说是吧？他们不可能抓酱油的，他酱油也没用啊。他们但不抓酱油路过咋办呢？他们要去 B 团，这才是关键。他们一定要 B 团。现在晚了，我觉得没戏了。他们要这样打，防不击带线，四个人开悟，少去抓一个，要么去顺防不击抓，要么去另外一条线反着抓，这样才能打。我抓看能不能抓大哥，可能带个宝石，来试一下。没，这没戏了，这女王他们林肯 PKB， 必须要靠五招了。林肯这夜眼好想抓人啊，这四个眼坐在他们野区。这四个眼，我操！这野区全都亮了，想看什么看什么，但看到不一定有用啊。他就是没，这要收线啊，卡住。关键你抓人要收线这个问题啊。防不击收线啊，防不击收线秒收的。他这四个抓不死啊，抓敌法不一定有可以过的吗？防不击。要冲大飞啊！是小飞。抓到了，冲吧。哎，这个应该死了吧？这个还行，低到了。哎，大了一个。打了一个 TP 女王没用啊！没死。哎，是吧？牛头一个大。打团。没事。
因为技能都交给这个迪法了，技能放空了好多吧？没，这库玛大有 QP， 这 QP 不可能他死的，没有输出。但是五大他直接甩打，刚刚也打不了，都贴脸贴迪法了。是的，技能交给迪法了，没法玩了。不是，就是卡特，你想抓人，但对方是知道你想抓他的，他随便蹲一下，你先手控一下，你秒不死了，对吧？反手一个直接秒都死了，他们抓的秒都死了。我去群里更新一下规则。有个神域。我去群里更新一下规则。神域费迪法抓不死啊。小奶这盘还是开心了啊，呵呵，开心了。这场是第88场，因为很多的 OB 都来我这边 OB 了，所以我们进程变慢了。哦，这边是89场。更新增加一个规则，如果队友有人随机，其他四个队友全部同意的话，可以 AG， 可以作废，这名随机的选手减一，其他人积分不变。OK， 嘿，小霸王抢占，想抢占吹逼位。我靠，这么多人。
浅浅前两局玩的不好，让他再过来好好玩一局。这低位现在都没了。得罪人了，我帮这两个未分配玩家要两个位置，你们说让谁去 OB 好呢？凯文吧。分最低没办法，这两个人是什么情况？再叫一个小福吧，怎么样？给这个八九七再玩一盘，复生吧哈。复生鬼，哦，我让他玩，那就小福，小福。哦 ，MG 也想要个位置，今天他也没玩到。小福假装不在线，我密他一下。小福镜头真的够多了，好吧？八九七打的太多，八九七上一盘木没玩好，这盘我让八九七打好，下一盘绝对不会让八九七再打了。上盘还有谁是天辉的？想想，阴恩好像是天辉的，不过他打的少。等下盘吧。攻击范也想打。打一局比赛，十个人的游戏，二三十个人在 OB， 醉了。关键是外面还有六十多万个人在看。喂喂喂，今天都是谁在吹 BV？ 来了来了，小霸王你打了吗？大局观，你打了吗？你怎么不打啊？你现在有队吗？我打了两个，我在那个 VOL。那是什么鬼队伍啊？听都没听过。对，和这个石头一个队吧。他走了。啊？你们队什么情况？采访一下。那个、是六楼跟十楼是你的前队友是吗？我们队员是那个影。啊，影是你们队的。还有，影是中单，我是一号位，还有那个。我操，吹逼吹到一半结束了，这OB太多了吧？一把队友一口吃掉是谁？我把他踢掉，不小心把东东踢了，不好意思。跟他说一下。哎呦，人太多，找都找不到。算群里说吧。maybe 也要一个吹 B 位，
好，给他说个下巴吧。哎，继续说。喂，喂喂喂，喂喂喂，啊，听到了，你说，你们队哪？还有，三号位是那个原来牛 BY 的辅，那个列丹456，然后四号位是姚，一个打土猫的。谁啊？天头，然后五号位是韩慈。韩慈，黄韩慈，蚂蚁哥是吗？队长。以前都认识的，在线上一起组队。然后呢？成绩怎么样嘛？还可以。那怎么我听到的二线队都是什么 EP 啦、B Hat 啦、什么牛 BY 啦、同福啦？以后就听到我们了，好不好？是吗？那你来打这个比赛是什么意思吗？是想来我们队呢，还是想来玩？来分，来打一下，打一下。你不想来我们队，你来玩个鸡吧！来，你们队来。本来是想跟那个佳佳、风机范他们。他们队我感觉还可以啊，通缉犯、佳佳、七分对手。是一个队的，我本来是要是我拉他们在一起的，但是，七分对手和通缉犯，我们原来是在那个 Lilies 的三分队。哎，你们那个 Lilies 是什么情况？是围绕战旗女主播 Lilies 的一个队吗？啊，他是对，然后把我们拉到一起的。可以啊，李律师。有什么？本来打那个什么 TI 预选，这个比奇峰队跑去，我操！Better get ready。哎，李律师算女选手里面厉害的吧？有没有冷冷厉害？比冷冷，跟冷冷差不多吧。李律师打一二号位的。哎，我这视角又切不了，只能看一个人视角。为什么吗？谁来看 QOP 啊？我。我看风行，你看的不是我视角吧？我一直看 QOP 的是我。我看的是那个火猫的，是，不对，飞机的，现在是。现在是飞机吗？45秒。是的。哦，那是我。是飞机。我们又合体了。哎，我这个笔记本电脑他妈的怎么回事？哎，我要重启一下，我这边看不到弹幕，战旗这个弹幕好难弄。重启一下。这把两边阵容都还可以，旗鼓相当。这个 TS 中路没人帮他卡兵啊，而且他出了个小蓝，只养了一个时速，再补了个大亚。鬼神这盘看好哪边？我吗？对啊，这个 TS 应该不好。我看好燕燕，这个牛打算就在中路了，感觉。这边有一个。哎，浅浅又玩的酱油。哎，这音好凶啊！卡卡，你觉得音这个选手厉害吗？我觉得还可以，路人也爬到过很多次，但好像来也没那没有那么两个星期冲到7000分了吧？原来是6000分。这样吧，就说
这个我们这边不是还除了我跟你以外还有两个 OB 吗？你觉得鹰跟这个小霸王哪个比较厉害？哈哈哈哈哈！人不太记得，不太记得。他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真的，我跟他学了好多英雄。觉得应该小霸王比较厉害一点。应该小霸王比较厉害一点。我从去年打到他的时候就一直看卡夫录像，那时候卡尔，就他罗布卡尔，他冲锋最快了。还可以抓着学。我现在不流行了，啊，特别垃圾。反正那时候冰火卡上分，感觉就你最先用的吧，卡。哎，我记得卡卡最早在 HGT 是打中单的，当时叫个陈世美，他跟那个 mini 都是玩中路火，对对对，中路卡尔的。后来怎么就被踢去打酱油了？卡卡解释一下。对线太菜了。啊。梦想。现在打不过这个。这个 T 学的有灵性啊，我妈感觉药再多了没圆盾。我感觉打听这个人都不喜欢保佑思路，都让别人越思路的分才比较好。现在打天天都是干这思路，玩个酱油不保大哥的。我都没在飞机。前方起飞了，上路。嗯。雪魔这个英雄一打一，基本上没有人打得过他，我感觉。啊？哎，雪魔有点，哎，有点药吧？那不是死了？死了，源头在。他现在就要死了。哎呦，这两个兵补的，来晚了吧？这个牛头。哎呀，不要杀了！这牛头在绕圈子。哦，还好。风险，但是飞机要回家了，飞弹也很伤的，他没状态。有大药，有进化，不用回家的。飞机回头又要了一个进化。要不飞机回家也挺伤的。我玩一号也喜欢这样。你可以放养我，等会我找你要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给我。这许不是我奉献，他太想杀飞机。哎，切主角，嗯，他一直反补，这飞机要挂机。看着拉智波也走，来人也杀不了他。哎呦，哎，这个机好，太脏。实力 KS， 游走风行。走到哪？走到哪杀到哪的风行。这选手我看了几盘，觉得还可以。你把他养皮。打天梯的辅助一般就是特别灵性，就能打起来。他基本有人投的地方有打架，他就会在。学到了吗？蹲人可能会差一点。哎，这血魔为什么不跑直线啊？他血魔直接走不会死吧？对啊，我也觉得他直接走不会死啊。我觉得单杀不掉都没看。疾风对手终于减一分，有点上头，这个血魔玩的。
起来了，女王也要提过来了。这不够好，灭了，灭了，都要死。啊？一个方子没有。哦，我感觉他刚不带他滚的话，那个老欧可以走啊。他想打，没想到这么多人。我在看弹幕，大家说的弹，大家发的弹幕我能看见。这游走空袭六分钟下半截啊。BGM 求关是吧？可以。这个血魂有点难受了，他现在练速路站不稳了。你又给个 F 就死了吧？有人送大宝剑吗？我接着去看一下。发条牛头这波绕塔后他就死了。等一下，先看完这波，这波好像要干。其中路不是很好。发条到六了。这不属于。这中路打起麻将来了。这波直接帮上了塔后，这要死了。死了。不敢去。我不误。哎，加速服，加速服，还是啊。Somebody's on a roll. Dyer's mid tower could use a little help. 他加速一直往前跑，应该滚不到了。我切入去看一下是谁送的大宝剑 ，Sky S 天天，谢谢 Sky S 天天送出的大宝剑。看啦，啊，你现在去哪个队了？还没想好。需要我帮你参谋一下吗？应该不用了，因为已经。差不多确定了，差不多确定了。卡卡觉得这次比赛哪些人你觉得打得比较好？天吗？天。我靠 ，CC 表这个表炸，他们那个下一个打谁的表来？霸气出局。哎，你觉得为什么呢？霸气你应该也挺熟的吧？为什么这个选手突然就这么强了？说不出，反正以前他们都当过队友，他们打架打得比较凶嘛，霸气风格更凶一点，就是很喜欢喊队友赶紧去打，这波很强，这种类型，哦，他们气氛也特别好，没事，就比较积极。小智，你说吗？这个小智，小智也熟啊。他什么类型啊？以前关系，他是属于那种性格特别好的那种，就性格很好。怎么样的性格叫特别特别好？具体说说吗？啊，就比如说你说他也不会生气啊，他会很认真的跟你沟通啊。比如说你说他这波哪一把也没做好，他也不会去跟你争。哎，对的，我好像开黑的时候，他有一盘随了个隐刺，然后选了个隐刺，我说你他妈最好别选隐刺吧，结果他说我这个英雄屌，我都可以说他大神啊，没有骗你吧，他就是应该是头功吧，这意思，比霸气的功劳还要多吗？嗯，应该没有吧，哎，霸气鬼打也挺好的。他们就一上位跟酱油还中单都打比较，每个人打比较好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打得这样。我知道他厉害，那个小智。小智这个人打特别稳，很少。Let's forward roll。
在你认识的人里面还有类似小智这样的选手吗？我觉得小奶跟浅浅都比较稳啊，这两下也比较稳，也比较稳健。嗯，小奶刚刚那把女王打挺好的，打得特别稳，是很肥，但是没有支付，是我可能有点无聊，支付养活了。你太谦虚了。哎，九神，你组这个队有没有想过，就是什么时候出成绩啊？希望组起来就报名所有能报名的比赛呗。但如果就说半年，然后训练可能会输啊什么，然后比赛不出成绩，会不会很着急啊？这个一般急不来吧，这个东西。新队本来就预料之中吧。但是要看到点希望。看不到希望的话，然后队员又互相不服的话，那就只能换人了。其实，就是如果队员之间能做成朋友的话，应该不会吵架。这个是非常好的。这波好像天辉赚了。女王跑了，还有女王没死，女王。死了就比较伤，不知道女王想出什么。浅浅前面就一个草鞋，现在终于是肥了。ACE 怎么通过 ？ACE， 我比较熟，说一下就行了。前线好像这几把打的都有点惨啊。上一把玩了什么？上一把红马呀。哦，这阿玛有点惨。他是四号位的海军。飞机意识到。菜。ZP 这个选手虽然不会打辅助，打 C 还挺凶的。他不是专门打，他是打辅助的。啊！来我们队试训过，是打四号位的。那我打辅助啊。他打四号位的。啊！他前面那个大树也叫四号位。他可能打辅助打多了，也会打 C 了吧。Dire just couldn't save that bottom tower。感觉这个。因为经济被压得有点惨啊，都要抢了也去刷钱。我的护甲就是我。感觉这个发条有点上头。小偷也去吃饭。已经走在翻盘的路上了。又在送了。三个，十三个。血多了。他们现在 KV 都在去打枪，他们所有人都要刷，都要再去打血魔 PS 两个人就够多了。你知道这波经济超了多少？一个火吗？这波经济超了4000，就送了三个人。关键这个女王不知道要出什么，3000块钱，超了2000吧？我看他们是经济持平的，而且现在领先2000块钱。现在领先3000了，还在往上涨。领先3000。你要想他这一波打好之后，他这边的夜宴的人都没法刷钱啊，然后天辉再刷一波，再加上三个人头的人头钱和助攻，3000是最少的。好。哎，你要是这个女王，你出什么、啊、卡卡？
就没买棍子的时候，没仔细看。我之前喜欢出直，但现在不喜欢出直。我看你打直播打单排都是很多都是女王 carry， 打路人肯定要出直啊，直接刷得快啊，直接是一号位很绿啊。反正我打女王打路人想出直，但是局就不输。对，越高端的紫苑越没用。我看很多老外打个比赛，打个女王，然后前期肥肥的出个紫苑，打到后面就一点用没有。紫苑太气了，出紫苑才1000血，出一张鱼1500的血，多一半血。紫苑应该只是算一个刷钱装吧。紫苑刷的快，加 BKB 的厉害。Somebody's cooking. How about that? 任务很高。如果出职业的话，节奏一定要好，要不然拖两波 BKB 就特别爽。结束。飞机好像节奏也不好了。本来是60601还是602的一个开局。这边强行打架打几波，打不过，反正不会打了。感觉他们有点迷茫了，他们打架都没有带飞机去打的。路人嘛，女王上来了，女王没装备。其实我感觉选手也分比赛型选手和路人型选手。你觉得谁是比赛型选手？这里面吗？对啊，随便啊，说我认识的就行。感觉他们哦，果然，直接第一波开户抓这个。小霸王，你跟瑶应该挺熟的吧？但这女王三级毒，三级 B， 没有满技能。这波应该推个塔，这一波，看看他们推不推吧。一般路人下人就不推塔的。点火了。老路没移速，吹不到人。哇，空调好冷，我去关一下。Trouble brewing at Radiant's bottom tower. No breaking down the Radiant structures like this. Radiant's bottom tower seen better days. Hope the Dire weren't partial to that mid tower.That's for Radiant Bottom Tower in a pretty sight right now. 哎，这女王，她这个 B 是故意的吗？她一三级又打，应该不是故意，我觉得应该是点错了，忘记自己只有三级 B。三级 B 很关键啊。对。特别关键。哎呦，没 C 到。不会吃错了吧？这怎么还？哎，拉比克！哎，拉比克的大！哎，叉 TT 也可以啊！可以可以，这波可以。跳了这波，放一个女王大就投一个板，就翻了。哎，又可以个人头。哎，先视角，快接视角，看那边。那边他还要干啊？没发动呢。啊，没给他们，没来了，没来了。这局翻盘谁的问题啊？也不算，前面其实也优势也不是很大。他们就是中野徐之复了一波，送了三个人。那中路也是复了一波吗？飞机不稳，飞机本来是六杀零死的开局，打得不稳。本来这边经验底线很多的，现在经验持平了。感觉是他们没有经济落后了，稳线发条和风行动得太早了，太勤了。我感觉他们要早去杀火毛，不能让火毛一直攒线。而且别人这么打麻将的，他们一直去干活，特别亏。
去摸个刃甲 BKB 了。然后这边口毛狂战，我个人觉得这局主要几个点吧，风行跟发条的游走其实就是打路人嘛，大家都想亮，想游走杀几波，但是他们能游，其实这个飞机是不能游的，飞机六杀零死，他这个 BKB 至少是晚了四分钟甚至五分钟。那 QB 跟牛头到开户区那边去放个野啊，他们这野区他打不了多少钱了现在。牛头你好亮。对，这只牛头玩的也不太好。刚刚杀火猫，他推下塔下路没推掉，中塔被推了。我们开户抓火猫那一波。就没打过职业，对塔的重视不够。他妈现在也学被霸占了。你像要打职业的话，前期稍微有点优势，就是抱团拿塔，然后稳定 carry 的那种关键装。这飞机关键装卡了好久，他这个 BKB， 他如果十七分钟的时候有个 BKB， 就是直接打正面团，一点都不虚。这个全国经济有点高了，现在。可以帮人家大个顶了。这血博看了一直在刷那个远古。QP 这装备能发挥出来作用吗？他是现在全场最肥的。发挥不出来了。他们这个血博加火猫也挺厉害的。火猫不用上去，加了个第一次。女王出了紫苑第一波，引刀加紫苑第一波。他们也需要野，我觉得刷他们野，那才能刷得了。他们这样所有人都也去刷，刷不了多少钱呢？特别亏，真的。他 TT 没出跳哎，稳啊！来者不拒。Dire's top towers get beat down.女王出了引刀，但是没什么人可以单杀、啊。关键还是没视野吧，做的都是防守眼。有两个微光。都有微光，只有火猫没有。两个微光。两个微光，拉七克有吹风的。拉、啊、一块血浆，反正这火猫只要高一点，关一下他谁都杀不了。他们经济一次五千打了八千了，又落了三千。哎，有一条弹幕好多。有人说这小霸王是谁啊，然后他们就说小霸王是游戏机啊，难道你们不知道吗？然后有一个人说胡说，小霸王是孙策。我操，确实是孙策。那你也看三国？哎，江东小霸王孙策。是的。那你取这个 ID 是就是因为是孙策的粉丝吗？那应该不是吧。啊，真是啊！啊，还有人崇拜孙策。哦，就关羽跟赵云吧，